接下来我们要用圆坐队，圆坐队大概就是这个吧。好，圆坐就是这样打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就用圆坐队来打一下，还原圆坐。普普路不带海带是什么？阿伯开车队，这叫阿伯开车队好了。守株守宵、哦，我们可以对游侠哎、欸，那他准备死定了。原作小阎王是主将，真的吗？是我们塞不下小阎王了。刚刚有人说是这样子配啊，我就这样配了。谁敢跟我作对？超中二哎、欸！你们，等一下，这样子会赢吗？怎么感觉好像打得蛮辛苦的？如果拔卡就永远打不过，对不对？难道你是精灵游侠？什么梗啊？哦，因为他一开始就是火的，我们派到火的，他也是暗的，哇，有点吃亏。就要看版面上的暗珠，真的有点难打，不啰嗦好不好？自虐队。没有间距真的有点坑啊。原作没有小阎王，副队长换小阎王。哦，这是什么？火水光。好，差一点。哦哟，真的很烦。Go， 在伤员上场，伤员上场就先开一波啦。可是他把光柱给转掉了、欸。哎、欸，不对，伤员有吃到我们的队伍技能，很棒、啊。过啦，果然把伤员放在那边是最好的选择。那应该是可以过，这打起来有点压力，期待就打到王冠到底是长怎样。好。原作决赛换海换小阎王，只是小阎王没上场，所以有上场的就是大家看到这对的这对的组合，对不对？欢迎人生队，好，我大概知道怎么打了，来吧，继续打到冠军赛吧。这个分数就比较低一点喽。噔噔，下一队打的是死亡骑士队，这是全新的对手哎、欸，我们看一下他们的组队怎么样？巨无霸队是什么？就是很雷的队伍。四 combo， 一二三四，现在四 combo 了。哎，没有，是五 combo。一二三四。哦、有了啦，蝶珠，漂亮。哎、欸，火的打不过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一。好，差一点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行，第二关。消除暗的话会回复生命力，哇，真会挑哎、欸！但是阿宝没有升华，因为还没有升华。巴龙用纸张炸就好，是 bug 吗？不知道，我们大家来试试看好不好？下一队，下一队我们用巴龙来试试看。
新珠锁定是还好哦，其实我可以开帐篷。可以，好，再来伤员上，伤员上就比较轻松一点，因为伤员很强，有没有？这个伤员的实力就在这边展现了，两秒转珠过去，漂亮，皇冠。幽助应该哦，幽助可以，很棒。幻海在原作超 carry， 只是在制赛前、决赛前自爆，超爆雷。好，没问题，我们要打到决赛了，打三次应该就决赛了。下一关就是决赛了，决赛场。而且这个还不能用战友的，对不对？他设计好了。哎，不对，对决赛场，正对，正对我们刚刚打过。子琪说的对，他是。取那奇怪的名字都会成功啊，所以要怎么组队啊？就是组每一个成员都很强的队伍，应该懒人包就是这样子，这样你才可以打。开始是幻海，幻海先上场，然后尽量把强的人放在左边。所以是要怎么组队？就是一个队伍的名字，是不是？蛮有创意的。你那里是紧的吗？当然是紧的啊！你在说什么？对啊，你在问什么？这边暗属性珠很重要。好。不给用复制人，对啊，这次不太能够用复制人。老司机开车啊！老司机载载我，哎，这个天降太扯了吧！过，来是母猪，刚好是战马上阵，遇到这个有磕到属性的。天降木珠哎！好，巴龙智商蛮快的，巴龙建议怎么组啊？大家有建议吗？我可以直接开伤员的主动技能的。蚁王吗？好，用拳王队打感觉也不错。拳暗龙是不是？好，反正我根本无脑念。好，等下我们就来试试看。噔噔，好，打王冠啦！这个致敬原错队。不然我对随便组反正有智商，还有什么队是有智商的、啊？图灵吗？但大家有没有想过图灵呢？你没有想过图灵的感受吗？图灵感觉也可以啊，是吗？那图灵是不是也可以？对啊，这又是用对上护与旅队，哎、欸，好像蛮符合原作的护旅地。
是不是？这是原作吗？原作王冠就打护羽旅吗？换海先上。这是彩蛋吗？用这队打王冠一定会这样子遇。好，可是实在是有一点点难欸。我觉得我真的要洗到幻海的技能跳起来了，不然这个伤害实在有点可爱啊。不行，这队感觉很难打。好，快点跳起来，漂亮漂亮！我就变很多。哎，等一下，那个暗珠烦哎！嗨，我刚才火珠很多哎，气死我了！OK 要过要过要过了，换海变少女了，少女就是正义。好，打决赛，火炎这么晚就该会议里丢，会不会杀观众？他会杀吗？这边怎么办啊？用叠珠的，先消一波，然后再叠。哇，哎，有个没掉，糟糕，尴尬一波。这个就最麻烦，这样子。哎，不对，他在这里，这个叠，这样才可以。哎，不对啊，这样好像也不对，一直叠错。嗯，我再想一下。阎王波遇上那个会怎样啊？算了，还是不要轻易尝试好了。啊啊！我知道这么叠了，是这样对不对？哎，也不对啊。等一下，我真的忘记怎么叠了。光珠，然后暗珠，不是这样吗？这样叠也不对啊，好像叠两层才行啊！啊，果然是这样，要叠两层。糟糕，回一下血。烦欸，我要死了。嗯，这个天降过了。好，这里的话直接炸过去。不敢动那个风化君，行，怎么他还在睡觉？一二三，
好，灰吕吕在睡啊，这是我的天降，怎样？原作队终于要拿冠军啦，只是分数感觉很低啊。哎，怎么木珠啊？哪边来的木珠？好，扣啦！原作队就这样子过了。为什么还在睡？不知道啊，很爱睡。王冠也在睡，敌人都在睡啊。好，就这样子。